手术一做完之后，便可以使用标准或两轮行走器。标准行走器有四条固定的腿，能提供最大的支持。与拐杖相同，行走器的高度也需要按您的身高做调整。双手自然下垂站立，行走器的把手应当位于您手腕的弯曲处。将行走器放到您面前，双手下按，向前迈手术腿，强壮腿后随。行走器，手术腿，然后好腿。这样放置行走器是不对的，因为四条腿没有全部着地。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，要确保行走器的四条腿全部着地之后，再迈进到行走器中。